公告他转型当主持人，还抢撞校园财，光四到五月的开学季就有25场的校园演讲。犹如巨星排场，沈玉玲到清华大学不是凑热闹，而是变身演讲主讲人。Hello， 后面的同学，凭什么你要给他励志？那一定是说这个人哦，他必须要是传奇人物。一开口就让全场爆笑，沈老师上身用沈式幽默跟大学生好好上一课。我就曾经亲眼目睹一件惨案，我爸煮完菜，那我妈边吃边闲。我爸是当场又暴怒了，桌上8盘菜，他把每一盘菜跟在射那个飞盘一样，不要吃，不要吃，不要吃。家庭糗事、演艺路和老婆雅雅的爱情故事都能搬上演讲台，凭着滔滔不绝那张嘴，吸收不少大学生粉丝。沈玉玲这些年专攻校园，包括清华大学、中兴大学、一手大学等，都曾受邀演讲。光是今年4、5月毕业季前夕，就接了25场大学演讲，平均2天就一场。他说每场加码6万块，算一算，2个月150万入袋。是物超所值啊！很多学生会啊，听完我的演讲以后，因为他们学生会是邀约的嘛，他们说玉玲哥，你的价值呢不止6万，你的价值呢超过60万。接到我的电话，以为我在整人，这次其实我超真诚。又能讲又能唱，到了8、9月份学校迎新旺季，沈老师就不啰嗦，改用唱歌走跳校园。如果你要的是我全部时间，我的爱就会离你默默冬眠。满肚子笑料，这一套大学生也很买单。经营学生粉丝有成，沈玉玲也靠副业大赚奶粉钱。有一天你会清醒，发现自己只是一条忠心的马子狗。记者陈嘉明、张哲如、李佩轩、邵玉敏台北采访报道。